叫老铁们搓麻花，大拇指放平，然后用其他手指往下扒拉扒拉，就这样一直扒拉，看大拇指摁的位置是面的边沿，一直把它按压完成，卷成一个小卷。然后咱们提前和好的糖酥条，只要拿一两克就可以给它搓成长条放上去，它是浮在麻花的表面的，然后用右手在下左手在上，然后慢慢的按压搓成长条，熟能生巧，慢慢练习。要均匀受力，尽量中间细两边略粗，为什么呢？看燕子上麻花劲儿，当你上劲儿的时候，两面会不断的去按压，这样就会导致它越变越细。所以两边略粗的时候，当你上劲儿的时候，自然会稍微按压一点也没有关系，然后给它搂过来，好，给它拿过来，再往上一搓就可以了。接口处搓紧粘合，给它塞进去，这个麻花就搓好了。双击保留教程，感谢老铁支持。